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湾媳妇在美国的无肉厨房。今天我要做的是凉拌辣味小黄瓜。准备的材料有小黄瓜、辣油、蒜头。小黄瓜切约1到 1.5 公分的厚度，加一茶匙的盐，一茶匙的糖，把它拌均匀，静置30分钟。蒜头切成末，小黄瓜出了很多水，把水倒掉。小黄瓜拿起来稍微挤水一下，加入一大匙糖，一大匙的醋，一点点的酱油，一些麻油，蒜头，辣油，把它拌均匀，腌20分钟。美美上桌了，希望大家跟我一起简单做菜，轻松开饭，健康无负担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